小蜜桃的手，我看看。这样。嗯，这个戒指。哦，这是我去那个 Vegas， 然后开心的时候逛街买。所以一个人去修图吗？不然去干嘛？当然有小小玩一下。可讲到这个，真的是我每一次去，然后到那个上面的时候，他每次都会看我 ID， 因为他都不相信我已经买了那个。我看女明星最爱逞强，就是我去美国都进不了夜店呢，我一定要。可是我不去夜店的，我去美国也是，只是说当时他们正在通缉亚洲人。每次都说看 ID 好像证明你们多年轻似的。